现在你要订阅我啦，现在你要订阅我啦，一定要订阅，一定要分享，若是不订阅的时候会让我心疼。嗨，我是莹。嗨，我是甜甜。嗨，我是 Pola。现在我们在淡水老街，没错，找到这个复制手，很酷哎，真的很酷。你们有小时候有做过吗？我没有做过哎。好像很多小 baby 都会来这边复制他们的手跟脚，然后做几年，他们手很快就长大，对，而且很可爱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去做。好，听说这个老板是全北部只有他在做，对吗？老板，对。我要比这一这样。这样子的用意是可以，大家可以这样子放戒指，放戒指。哎，这样子开始了，等一下哦。开始了。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拿一下，哎，帮我拿一下这个。太快了吧。我的衣服。对啊，我都还没准备好。啊，等一下，这边有一点热热的哦，像泡温泉一样哦。啊，忍耐一下，手不要动哦。要忍耐一下还是？手给我放下去。哇哇哇哇哇！我的手凝固了，手放轻松，手给我控制啊，哎，手给我控制，不抱下去，好像有点可怕。不会啦，这个低温美容啦，做完手皮会更细更白。好酷！我天哪，就是它有一层膜在我手上，哇，看，它的意思是你要直的，你手可以动啊。我不行动，我被凝固了。会痛吗？不会痛，不会痛。哇哇！我的手出来了，超粗，甜甜手。哇！老板直接不给我们准备，直接不给我们准备，要开始。这快开始泡一泡就好了。天哪，呜呜，其实蛮烫的哎。对啊，就刚第一次的时候。哦，真的呀。第一次吓到，就第一次。你很快耶，他都很快耶。哇，完成。哎，真的很特别。对，看我这里，放轻松。我真的觉得太开了。那我缩一点点，可以吗？哦，蛮烫的啊，是不是很烫？第一次很烫。哎，你是不是变动作了？啊，没有啊，我没有。起来是不是有瘦起来的感觉？手不要，我在调，你不要再动。哦，好。已经紧张，已经紧张，已经紧张了。第一次紧张。可是他不是第一次哎，他第一，他说他小时候做过。小时候就做过了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他刚一个姿势卡到。对，卡掉。可是我觉得手做出来好像很漂亮。对啊，好像很美啊。你在说我们的不漂亮，他在说我们的长得很丑，都很粗，对，很粗，很大一只，你们就喜欢他。衣服的那个，我不要脏吗？好，金蝉脱壳，金蝉脱壳，慢慢升级。竟然就这样子出来，我以为这样会很难出来哎，因为感觉刚刚其实这蛮真的很塑哎。好漂亮哦！如果常看到的话呢，可以来找我们，我们也可以来做这个，没错，宣传一下。我们还可以做很多，对，不止这个，从你小摊位啊，或者是小摊贩，到店面，到大公司，我们都可以。厂商看到的话，记得到吃货们 FB 粉丝专页，就叫吃货们，来私讯我们小编，好吗？哇，这样就粘上去了，好帅哦！
那动作超快的，它瞬间结冻的那种感觉。对呀，很帅耶。我现在要来示范看看，你看是不是放在桌上或是店面就可以给你们，然后放厚一点也没有问题，因为它还有空间。应该有人我的好了。啦，这手太粗了，你看哦，而且手很短，你的小指头怎么那么短啊？看我的戒指上去了，他没办法在下面，但我觉得其实这样也蛮美的、啊。对啊，蛮美的，蛮美的，还好你做粉红色。对啊，哎，戒指来放一下，这多一点的感觉。这一只，放食指来。这样很小心，很小心放哦，地震就掉了。很小心，很小心。这是我的手，手机的，大家就是这样放着，看那个人到时候谁抽到这个可以用。在淡水的布置手，没错，大家喜欢也可以来做，对，很便宜哦。对啊，我也觉得蛮便宜的。好啦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，记得在下面帮我们点1000个赞，我们就会去拍下一集哦。不要忘记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灯。那之后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